望，原来这是让台让一个东西移动的一号。我这个木罐呢，有分成大概四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它可以分牌，其他就是它可以控制牌的。这些注意。然后接下来如何分牌呢？就是直接给它换角度，用程式把它的角度给转它的角度，这是非常，这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，几乎大家都会。所以这个我是先从这边开始做起的。第二部分就是侦测，这个侦测又分成侦测它牌有没有翻面的侦测，我们就给它画一个正方形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画长方形，另外一个就是它数字也不一样，我们就写个等于。那因为翻牌是不是一样，你只要有没有翻牌，我们就只用靠侦测角度就可以了。那今天顺带一提哈，这角度是用零到一的去看的，就是零到一啊，负一到零。你看，好，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数字是不是一样啊？数字是不是一样？你就额外再给它弄一个叫做全域变数的东西。全域变数就应该是定态全域变数。就静态全域变数，你就可以在其他脚本读取那个变数，你就可以读取第一号变数、第二号变数之后先翻的那个，会给它会根据它的牌是什么给它一个数值，另外一个也给一个数值，之后再看这个数值一不一样就行了。如果是两个一样的牌，你开始给的数值就一样。之后这就结束的时候牌定位到要的位置嘛。那这个定位位置就是在一个脚本 S11， 当然这边这个也是在 S11， 所以我就习惯把它放在全部放在 S11 啊。然后定位就在 S11 里面那个里面做随机的部分。然后它会生成一个数字串，又叫阵列。假设是1、2、3、4、5、6哈。之后我们的随机方法，等一下会说。之后假设场次它长这样，那么可能第一种牌会选择这一个，所以它就会去一号的这个位置。第二张牌会选择这个，所以会选去二号那个位置。之后，它就根据数串嘛，选哪一个去决定它要在哪个位置。可是这边会是随机的，有可能是6、3、2、1、4、5之类的。好，最后一种是，就是把位置的讯息。把位置的讯息丢到，就把它变成全域静态全域变数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另外一个脚本里面看它是哪一张牌去侦测，它是说这张牌的位置是怎样，从一张张牌去给它分配一个相应的另外一个牌的面给它。因为原本我很难做出另外一个牌的面的效果，所以我就干脆直接把它分成两个东西，第一个是反面，一个是正面。好，接下来正面会在特定的时候出现，所以这个把位置的讯息传送到全域变成全域变数，它不是会一直执行的，它会先把它变成一个东西，之后过一段时间，可能
去触发什么事件，他都会把它变成另外一个东西，最后都会跑回来变成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数值。嗯，擦掉，擦掉的。然后这个非常好用，不一样的。然后第二个就是 move 二就比较单纯一点了。move 二这平台延续利用 ，if 就是如果嘛，如果怎样。怎样？之后，move 二的主要做法就是让摄影机移动，也就是你玩游戏的画面移动，就是画面。if 的写法是这样，就顺便说一下 if 夸弧发生怎样，就是如果怎样，那么这边是那么，然后画面移动，所以是这个画面移动是这个在做的事情。我们讲另外一个，第三个是 move 三也很单纯，就是刚才有说到嘛，它会把位置讯息加入全域变数，所以 move 三就是排的另外一面，就是正面，排的正面。之后，它就会根据位置讯息，去移动到相应的位置。讯息。